雏鸟除了等待食物以外，练习拍翅也是成长过程不可或缺的动作。这个巢的空间显然不够大，他们只好一只接着一只轮流练习。这个巢很幸运，四只幼鸟都顺利长大了。随着羽翼的日渐丰盛，离巢的时刻即将来临，幼鸟兴奋的神情溢于行动上。幼鸟离巢以后，往往仍在巢的附近活动，练习飞行及停栖的技术。或是找有阳光的地方，将双翅摊开做日光浴，这对于成长中的幼鸟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